大家好，我是足球小馆长。今晚来看欧洲杯，俄罗斯对战哈萨克斯坦。俄罗斯攻防俱佳，特别是进攻端压迫性十足，不过近期战绩还算一般。哈萨克斯坦士气很好，近期战绩表现不错，但球队防御能力较弱，此战对抗强势的俄罗斯会比较难熬。本场推荐俄罗斯减0.25。公开时间较早，数据难免发生变化，想要获取更多稳单推荐，可添加馆长私人微信 LIVE 176666。